你没看错，照片中的正是神曲之母龚琳娜和主持人乐嘉，这俩人怎么会走到了一起？这对失散多年的兄妹今天终于见面了。不说不觉得，龚琳娜和乐嘉并肩而站，一手叉腰，同样的眼神，同样的表情，还真有那么一点神似，像，真的很像，一定是乐嘉在医院让人抱走了。娱乐新天地综合报道。